We'll be right back.
我们现在正式将哇一号呢，最棒的一号了，也会长，再给第二位一个热烈掌声。好，我们正式请会长将我们的垒球队的队旗转交给我们的西泽队长，给西泽队长一个热烈掌声。来，请西泽队长一个挥旗一下。新的队长，我们正式将队旗交给我们美女战士女团的哪里彩蛋哦，那姚老板，那九四的盛光学长，还有令学姐哦。那各位大家好，我是106B 哦 ，VJ 廖威展。好。那很高兴哦，来到这个你成军的这个誓师典礼。那比我们当初106B 大概整整打了快两个月吧。哦，那我知道，在这个队长还有班代。这个积极的运作之下哦，还没来念书，那个学费都还没缴，他这个垒球花费就花了不少。我们有的是钱啊。OK， 那这个希望大家把这个气势哦，一直延续到这个年底哦，有个大赛哦，那为你们这个107B哦来争取这个最佳的荣誉